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今天台股大盘的状况，今天真的跳水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专家昨天跟大家提到了空头主力套。那你学会了吗？你学为什么叫空头主力套？有没有很重要啊？但是空头主力套老师做多喽，做多今天赚翻了，真的，因为跳那个水啊，真的，老师说要利用急杀买进，对不 对？是不是真的要急杀买？真的赚翻了。然后同时包括了世纪钢，还有励志，今天也是喷出去很厉害哦。对，还有联军、阳明、联军涨停，哎，对，靠呀，我买一次的股票就当作没发生了，不能这样啦。只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？世纪钢、励志嘛，还有阳明嘛，因为比较近期就这几天嘛，对对 对，但是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阳明呢、啊，你说一张不卖，对，没错，奇迹自然，没有了，一张不卖，好，那是之前台华投控讲的啦。我们讲到说现在喷了阳明，是不是航运股又有希望了嘞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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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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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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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来导播，我们上上戏剧哈，戏剧哈。那个今天呢，我盘中的话，我有贴一张这个图，这个图，我说呢，今天你要买这只，好，这只在你们的 Telegram 里面，好，老师啊，到底哪只？求求你告诉我，老师，你不要再盖牌了。哎，基本上我先问一下哈，我问一下哈。从345你的联军，好，联军好，我联军很快就交代过去，因为联军我连标题连写都没写，不管包括2609阳明、9958世纪钢，还有3483的励志，励志我亮牌之后，你市价随便买进，你一样有价差可以赚，好，价可以赚，真的。那么你不能说我盖股票哦，好，你们想知道真的哪样股票吗？如果我接牌，你们一定会恨死我，你们讨厌死我。好，看清楚我，来，许金看清楚我这边一个点，往下杀的点，对不对？往下杀的点，对，好，往下杀的点。9958世纪钢啊，有没有看到上下震荡、欸？上下震荡，然后一条蛇不动，然后后面就一条蛇不动。我们刚好这边又加码买，我们刚好这边加码，又轻轻松松赚了一只涨停板。好，来，再一遍哦。好，世纪钢呢？啊，不，no， 错了。为什么今天世纪钢，甚至包括2609的阳明、2603的长荣、3483的励志，都是一根红 K 棒？因为最主要原因，再看一遍哦。今天早上一大早，也就是8:47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我都喜欢叫晶晶帮我作证了、啊，因为晶晶本来就他就在 Telegram 里面。好，那你所收到的时间是9:47、10:47，你来找我。好，8:47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会员，大盘主力心态它是红色的，等于说昨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这是为什么昨天道琼一口气跌了600多点，导致于台指期货出现往下大跳水。那么今天早上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很多，那我教过各位了。我说大盘主力心态多，代表今天不是开低走高，就是开高走高，好的几率很大。这是为什么？当我们看到9958世纪钢在上下震荡盘子的时候，我很清楚的告诉各位啊，我说、啊，而且其实你看我讲笑话，我的荧幕好脏哦，我的荧幕好脏，真的很脏啊。如果说你有看 Telegram， 哇靠，没有，你看 Telegram 你会以为你手机很脏，你知道吗？很想擦一下，对，擦一下，很想擦一下，就是我的荧幕好脏哦。结果呢，就是9958世纪钢，嗨哈！我今天又可以买1000个萤幕了，爽死了，爽死了！来再一遍哦。那么基本上哦，我讲坦白的，指数来到20000多点，我说真的，我也有惧高症。那我等一下给大家一个好礼物哦，惧高症嘛，惧高症嘛，惧高症嘛，惧高症的礼物对啊，不是给你们安抚一下，安抚一下，不是给你们晕车药，也不是给你们避孕药，好，也不是给你们威尔刚。那威尔刚听说它可以治疗高山症，还有治疗心血管疾病。是，好，没有，你自己去看药扁，那叫药，那叫药，药扁，那叫扁吗？那个字叫扁吗？药屎啊，药扁。好，自己去看药扁。好，等于说威尔刚，靠，药老师，为什么讲到威尔刚？对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因为最近你都主持那性节目。没有啦，流量压力大。流量压力大，流量压力大，主持我就好了。现在主持我们来讲头部秘辛啊，但没有破10万，随便你。你说的、哦，真的啊。头部老师就不是那个几个把戏吗？就好像最近的财富对折，每天在讲期货，然后每天在放空期货。他每天放空期货，没有财富对折是谁？有老师叫财富对折吗？有节目叫财富对折吗？对啊，智源讲不赢，智源严重套了，2421见准，3005神机全部套，真的靠要跟他对坐，真的财富会翻好几倍。现在开始讲期货，而且期货每天呢，每天放空停损，放空停损，放空停损，天天在放空再停损。真的对坐会赚呢。没有了，我先跟大家报告，我先不跟大家报告，来，我们再跳结论哦。像吼，有些会员呐，没有，有些会员呐，他们等于说我们比较熟的，他就说小事、啊，你死多头，对，好，我死多头，来，老师说没关系、啊，你跟我讲，没有，那结算起来再做多，结算起来再做多。如果你死多头吼，你可以缴出台指4月份358万4672，
台指2024年5月份可以缴出4826243，借由小台指，我请问各位，要当死多头？要。对，要当死多头。秒答。没有，对，没有，这是这样子啊。那问题没有，我的操作，我在节目当中我讲的很仔细的。我说当时啊，台积电法说会在17000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叫你做多。好，为什么？那问题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死多头？因为很简单，没有任何一天跌破多方防守，这是空间理论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很多人说谢老师现在好无聊，我不敢做，不敢做，你要强化你的专业知识，强化你的专业技巧啊，你要学啊，你真的要学啊，你要学习关键价，你要学习主力的夜水心态。好，来来哦，所以说呢，你看到、哦、这样加起来700多万，700多万对账单超简单的，就进入的台指06的时候，在5月15号。5月14号结算那天我还做多，5月15号哦，5月10号是结算前一天，5月15号台指06进入新仓，我还在做多啊，结果怎么大赚？可是，在大赚的夜水过程当中，我是不是开始又采取价差的夜水交易？那我价差交易很简单啊，当我看到大盘主力心态多，我重压哦，学起来哦。可是当我看到心态它是从红色变成绿色，我搞当冲。好，我搞当冲，这样赚了57.520的时候，大盘主力心态还是空。结果呢，很不幸，我买在最低的低点拉起来，我马上跑掉，我马上跑掉，这样子我又赚了将近有100多点。521大盘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空。结果我请问各位哦，这一个礼拜的上半周，每天端端端端端端，好，再来一遍哦。徐金啊，上下震过程当中，他有任何一天跌破多方防守吗？2609阳明，我为什么告诉你一张都不出？因为它没有任何一天跌破多方的防守。对，结果重点来了哦，当你只要一逮到大盘主力心态多，你要敢去重压。来再变哦，5月22号的那一天，那一天哦，一开盘跳水，主力心态多，主力心态多，马上告诉会员，你看我们目前手中只有3笔多单嘛，啊，其他都冲掉，都冲掉了。从结算完之后，我就这样做法，就是主力心态多，我就做多，然后主力心态呢空空，可是日线多头，这样听懂，日线多头，所以说我就做当冲，可是当冲我是利用急涨买进，好，利用急涨买进。接着呢，我告诉我会员呢，352到3342做多，就这样子的，从352涨到611，我这样子又轻轻松松高达将有200点哦。好，结果呢，在前天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大家报告。我说 NVIDIA 的法说会会很好， 对， 对，是我讲的哦，我讲的哦， NVIDIA 对。那么如果说呢，你上过课之后的话，不管包括 PM 盘的436，不管包括日盘的510，好，你几乎每天都可以买最低，还没有完，好，开始慢哦，进入昨天哦，进入昨天哦，昨天哦，外资期货空单应该这样讲啦，空单，对，空单增加3000口，我们跟大家预告。我说我不在乎这个东西，我只知道多头主力，哎，空头主力套，对，所以说昨天我斩钉截铁跟你预告，我说 NVIDIA 会收黑，这是我讲的，我说 K 半黑色，好来哦，老师你不准给喽 ，NVIDIA 是一根红 K 棒，好，对我给喽，那我请问各位，那如果 NVIDIA 红 K 棒，为什么台指 PM 盘大跳水？哎，不懂的哈，不懂的哈，来再变哦。我昨天跟你预告这个行情呢，昨天的收盘它是一个麻烦，因为空头主力套。那空头主力套，我很快速衍生到我说应该 NVIDIA 会收一根所谓的黑 K 棒。结果呢，今天早上起床，老师你没准 NVIDIA 是一根红 K 棒，可是老师立刻准几波啊？因为台指 PM 盘大跳水是好，那为什么跳水？来看清楚哦，看清楚，来，我来比对一下哦。PM 盘哦，这 PM 盘这边一路拉到21691，对，拉到21691，这段拉起来哦，麻烦对下来，主力在干嘛？主力在放空，空，主力在放空，是，这是为什么？爆杀，现在随便杀都是200点起跳，好，还没完呢，主力现在空啊，不要做嘛，因为 PM 盘不要做嘛，好，来看清楚哦，结果日盘一开，主力现在多，主力现在多，对，好，还没完哦。徐金啊，如果这件事情啊，没有很多人说之前真的参加过泰国投顾老师的，那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哦，你们能不能懂得什么叫验证？验证第一个说扣讯的保证，好，就像呢我的扣讯，我都完整呈现给大家，有任何虚伪造假，还有包括对账单，好，包括对账单，还有包括预测，我给你三样最宝贵的东西，就像你看到台指05、台指04加起来700多万，拍谁啦？我等到。下个月结算，我他妈的我就拿台指06给你看，不要到时候又400万，小台就赚400万，
我们再看，我们再拭目以待，我们再拭目以待啊，来看清楚哦。如果这件事情哈、哦，我是自己读了的，啊，读了的，那没什么了不起，来看清楚哦。这今天你们Telegram 在9:21，看清楚9:21，我有没有把我在8:47的图9:21给你看？那你9:21呢？你看到这个图之后呢？你随便试价买，你都可以赚100点。你随便试价买都可以赚100点，随便试价买都可以赚100点。好，再来一遍哦。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。我当然可以告诉你，其实我可以这样模仿。来来，我空在这边，我补在这边，再反手做多。可你再看一遍哦，他拉起来的过程当中，主力是一直空赚翻了耶！他让他先嘎个10点20点，哦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说你要去下载我们家，你第一时间拥有主力现在好来哦，逮到主力现在多来干嘛？做多这个急杀爆杀，今天来来8:47，一开出来这么大一根，这么大一根，所以9点钟空气爆杀买200点，简单搞定搞定。如果可以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但今天礼拜五其实很多人是休息的，对。休息的话，那干脆去看什么小幸运去支持国片好了。那魏德胜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我讲坦白的那句话，我觉得那句话是哦，那句话是 OK 的，是 OK 的、啊是 OK 的。没有谁有谁在注意台湾的影视业啦，你懂我意思啊？现在不是你们来没啊？你要谁要唱三米大？对啊，每个人你们不哪哪一个不在看韩剧？西巴斯。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，我搞不清楚啊！你要谁要唱算命道，靠去不去，不就去出差？魏德胜讲有错吗？道歉什么啦？道歉什么啦？啊，事实上是这样子啊！来继续，所以说哈，没有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啦，真的，我有让你验证到了。所以说，来今天继续埋头苦干哦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 YouTube 广告费用，真的差一天差很多哦。你可以在我们的 LINE 下面留言，因为 Telegram 留言我是不读的啦。LINE 留言的话，我是你特殊读，我也不读啦，我不敢读那东西。不过你还是留言电话号码。好，我们一天只花你一个鸡腿便当，给你们大优惠活动。好，优惠超级无敌大优惠，你每天验证，每天验证嘛，今天21分验证到了嘛，5秒钟解盘哈，那个还是震荡。好，来我举例，我举例来，5秒钟再加1分钟好了。好，今天早上起来，费半指数是一根长黑 K 棒，长黑哦，爆量黑 K， 对，爆量黑 K， 爆量长黑哦，长黑哦，好来哦。空头啊，拜托你让它破，你让它破，不能破哈，你让它破，要破、啊。我说空头拜托让它破啊，我们挑衅他们，你们挑衅你们几百遍，我从110块的237红海，我每天在嘲笑空头，我叫空头加油一点，妈放着背板的标啊，空头加油，老师你是看看谁，我在帮你们加油打气啊，反正你们从17000空到现在，你们也没差那20-30万，再继续输给他，输给他，基本上哈，只要背板没有跌破之前，礼拜一。不是最烂状况哦，最好状况就是震荡，震荡会有低点让你买哦。好，不要说我没预告，不要说我没预告。好，来股票，股票智源的部分就不用讲哈，今天智源又3-3走一回，然后呢，电力股的部分呢，基本上好，我先讲结论，电力股涨假的，好涨假的，好讲，已经讲完了，讲完了。今天电力股不盘中有急拉，对，涨假的，哇，看细温他妈的，哇，看啊。没有，我问你哦，那停在这比较好。好，来，我试电哈，我们总共买了3次，我赚了550块。中心店买比较多次，对，因为中心店它有期货，试电没有期货，所以中心店我赚了4.8倍。那么问题为什么我告诉各位涨假的呢？因为很简单哦，我们在前一阵子我们有给大家这个关键报告，关键报告有，它既然已经跌破多方防守价，多方防守价它瞬间会由多头转为空头。我这样讲的很慢哦，啊，这样听不懂哦，听不懂。麻烦拜托大家，真的想尽办法学，把我课程带回去。举例来，航运类股的业水部分呢，4月26号，阳明在48.7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做多。那你把我的方式学起来，再变哦。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会员的对账单，你一定会流口水。对，400万、500万、300万，我问你哦，我凭什么用小台子期货，我一个月赚400万？凭什么？买一口吗？买2口吗？买30口吗？不对，是做对的时候，嘣嘣嘣嘣嘣，持续，没错，没错，要一直开枪，一直开枪，一直开枪。Pace，在我的字典里面，我不懂得什么叫做鱼头鱼尾留给别人吃。他妈的，我的会员全部要吃。这是一个投顾老师应该要有的基本使命。
我这样讲没错吧？没错吧，朋友？该卖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啊。好，来哦。结果呢，阳明48.7买，因为我做完，你看嘛，阳明期货导播啊，怎么赚十倍？怎么赚十倍？你100万的资金，100万资金要怎么变1000万？很简单呢、啊，哎，不用一个月时间的，不用一个月时间的，来买。买完之后，节目当预告51.49，就预告完之后，429预告哦，430才真的来，真的来，真的来。然后呢，来到60几啊，60哎，这是多少加码？哦，60哎，51.5我还加码，51点还加，包括鸿海嘛。然后每天遇到阳明，然后当阳明瞬间往下急杀，瞬间往下急杀，台指期货急杀，因为大盘主力太多，所以说你看哦，我是配合在一起的，大盘主力心太多，台指期货利用这个急杀我买进。哎，这空间在哪里啊？这边台指期货安全打法642到632多，好，642到632多。哎，拍谁哦？是20642，不是21哦，20哦。急杀我买进，同样阳明期货刚好回撤盘中多空转机，我就买进，所以57块买进，从48.7、54.9、57块买进，一路买到70块钱，对不对？啊我啊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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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标都是什么？还没走。哎，这样有没有很平易近人呐、啊？来看日期，5月20号。520那天，跟你讲还没走，哎，520阳明是跌的，我跟你讲还没走，521还给你运输类指数的多方防守价。好，直接讲结论，我没走不代表我礼拜一不会走，我转弯哦，我转弯哦，我转弯哦，我跟你讲哈，航运类股没有，我先讲答案好了。好。干这种节目你不按赞，你们真的很给 low 哎、欸！我没看那么屌的节目、欸、真的。第一个啦，我跟你讲说，礼拜一台北股市最好的状况就是震荡。第二个，我跟你预告电力股假的，涨假的。第三个，我跟你预告，可是我如果多比，我应该不会全走。好，阳明嘛哈，对对对对，就阳明就好。你老是万海长荣，你不要问我，你不要问我，都听不懂啊，听不懂，看结论，来看对账单，哎，对账单看过了，看过了，看过了，看过来。然后鸿海也不用看了，102、110，好，110，因为反正鸿海卖了就卖，卖了就卖。然后鸿海呢，鸿海之后呢，来 AI 供应，哇，今天连续有涨停板，而且是很开，一开场没多久就涨停嘞，然后就一路锁涨停到收盘，收很久。让世界，那谁的歌？雨的雨，只想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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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闭上眼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噔噔噔噔噔。可是联军，我们没有重压，没有，我就是很诚实。对啊，68.4，是68.4买中，代表70.2、69全部中。全部懂，我没加，我没重压，好，来，所以连军很快跳过去了哈。老师，你真的好棒，没有啦，细光子的部分呢，很多在涨啊，比如像波洛威，比如像4979华星光，比如6451的讯息，华星光涨很多天了，我是没看到 K 线的，对啊，你可以去买前顶啊，你都可以去买你的嘛。可是我说过了，黑猫才白猫呢，只要能够抓老鼠的，就是猫，我管它是机器猫。现在中国大陆还研发出人工轰鱼耶，才厉害，可以载飞弹耶。好厉害哦！有啊，轰鱼啊，人工轰鱼哦，对啊，轰鱼啊，黑猫白猫，好能反攻大陆，不要再吵那一个好不好？中国只是台湾的一部分，我不会这样讲哦，多好听啊！中国只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，看这不是很好吗？考我管你们飞来飞去干什么啦？真的完全赞同，赞同哦。对呀，我们不是啊，算了，我知道被美国人骂啊，继续，好，来，好，为什么？今天世纪钢还在买，是因为我看不开还是看太开？看不开，看太开，看不开，看太开。我还告诉你哦，我的老天人啊，成长没有，你现在要没有，来麻烦你调一下昨天，哎，对，昨天，昨天因为非凡呢，他说谢老师啊，因为昨天我们要连线的时候，盘中每次什么机器人全部在拉，对，然后呢，他说谢老师啊，那个有没有什么股票可以挑啊？我说如果挑股票的话，我会挑基本面比较好的，因为。你在高点的话，你本来就有巨高症。那我说挑了三单股票，第一单股票叫干化，营业利益率高达将近有35%以上的。好，我目测，一档叫台电。好，我昨天非常标都有。第二档就是那个99841干，第三档股票33%盈得率。
嗯，好，今天德力也创新高，好，德力我没有，德力我没有，好，许昕可以帮我作证，我才叫买的还不敢买，哎，前天我不是前天叫你买的不敢买，好，来不，没事，讲过就不讲，来，我们先把东西处理好，来，那既然它的营业利率大幅度成长，毛利率也大幅度的成长，你自己看嘛，你们又不是瞎子，而且我没骗你们呐，这个我昨天那时候还跟你讲说是台湾证券交易所的，就后来好，我就亮牌给你看了，亮牌给你看的验水过程当中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操作奇异钢的。可是什么叫做本小利大？还好世纪钢有期货，还好世纪钢它是有期货，而且它的成交量很大。来看清楚哦，世纪钢我们买从226开始买，236啊，232、226、21打叉叉没来，226开始买，开始买，开始买哦。结果哈，还啦，我就算了，我买240好了，240，因为我买很多笔，我就算一笔就好，算240。没有很多说小事，期货到底是怎么算的？我买20，来，我是买226中，232中。好，那我算我买240好了，240因为我算高一点嘛，不然让你说哇这么好赚吗？来，我买240的话呢，因为世纪钢它的比重呢是 0.135， 等于说好，我举例好了，如果说你是用融资买进是乘以 0.4 嘛，就四成嘛，那你用股票期货的话呢，它的融资是四成。股票期货只需要你拿金额的 1.3 成，好，13%。那可是呢，许昕之前跟大家报过了，期货的股期好处在哪里？它的手续费是超低廉的，超便宜，市一杠是200块，来回200，冷霸。啊，如果你是做两张世纪钢，手续费可能两千两百，中间差了1800，哎，这手突然停不下来了，靠腰了，判移啊，可以训练一下手臂，可以训练一下手臂的那个背力啦，不然你都拜拜秀一直出来，你看我有吗？有啊，变多漂亮啊，变多年轻啊。好啊，所以说，可是问题呢，你也不可能买一张四季钢，一下去就是两张，一等于二，二等于四等于八，会算哦，很像乘以二乘以二，贝波南系数1358，哎，为什么不设计贝波南系数啊？为什么会有1358？没，你买一是三张哦，买58张，看这什么东西啊？贝波南系数1358是3321啊，好，对啊，所以是1358，如果你按八是13张，好，拿来整人的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所以说你成交两张好，所以你的成本是64800。哦，我杨明又教过你们10倍怎么算出来的哈。对。然后呢，到今天305块减掉240块，你赚65块钱，60块。可是你又是两张，所以说你总共获利是13万，13万，13000的拍子也够低了，再除以64800，随便啦，这样赚刚好赚两倍，活生生赚两倍哦，赚两倍哦，还没完。现股的部分哈，我先不赚今天的，因为我标不太想换来换去哈。256块以上，什么叫以上？来看，再看一遍哦。226买，二六买完之后，来28、25再买，然后235还在买。老师，要做我要这样子哦。哦，听不懂，来，没，听不懂是好事。来，听不懂，没有，我最喜欢调侃各位了。没有这样子，你们还会选错投顾老师？我觉得哈，你们应该要出国比赛。为什么是我比较来看看一面哦？我总共买236、226、245、235，所以说我的平均成本在236。我现在讲现股部分哦，啊，到300块的话，总共赚256块，我还没算今天哦，今天我没算哦。好，来，啊，听不懂没关系，听不懂我居然用剑招，来直接看这张单，对，好坏哟，看结果最快没？直接看这张单，来230、230，来230、230、238、238，来哦，230、230，来哦，继续。继续，这同样讲二三八点五，来哦，223。现在干嘛？如果可以让我们的奖金，然后这个就是励志，不用再看重播带了吧？好，来，励志啊，好励志啊，来励志刚来239.5，我看实际刚，你看对上多多，239.5还在吗？真的，今天收299.5哎。对啊。好，来励志一起读一读了。励志来，很励志的故事，好来。很励志的故事哦，真的，你太不外部板块了。来哦，没有，我再一遍哦，你可以选择广誉，没有，真的，你可以选择广誉嘛，真的，看个人，你可以选择双旗哦，那没有，看个人，真的看个人。我有我的选股逻辑，世纪钢呢，我是挑营业利益率最高的，好，营业利益率等于说你比如说啦，你是一个路人，遇到谢文之后，谢老师啊，我们现在不要看空间理论，不要看主力心态哦，你们很快速告诉我哪一些公司营业利率最高。那你想嘛，一定有台积电，一定有联发科，联发科应该有，联发科也有，然后一定有世纪钢，好，一定有德力，好，老师啊，你直接给我告诉我，我会很快速回答你这个联发科，我回答了啊，
没事，资源算了哈。好，来，然后呢，我就挑3483地质，我说本益比13倍，然后我从这边开始买，173开始买哦，173买完之后，不知道多少还买了，反正我连续买了好几天了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又大赚，所以说你又很轻松看到我们的对账单，那还是老话句哦，那种小事，你对账单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啦？我好像有去做那个小针美容，有吗？有必要吗？应该没有必要。没有，人家问我说，我最近都变瘦，是不是得癌症了？我在讲个比较不幸的，我一个同学，我讲坦白，他是蛮凄惨的。一个女的啦，她等于说呢，她在前几年啊，她照顾她公公，公公先照顾爸爸九十几岁死掉了，然后呢，后来照顾她老公，然后老公差点死在医院，就后来救活了，然后救活她老公之后的话呢，又要照顾她公公，后来公公九几岁也死掉了，结果前天我同学挂掉，女生自己突然。没有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。然后末期的话，做化疗做2个多月时间，2个月，做六次化疗。然后六次化疗的话，基本上哈，没有了。我是觉得大家都很可怜呐，不是很可怜呐，大家都有鸵鸟心理。好，就像主力心太多，你硬要放空，好，这叫鸵鸟心理嘛。因为你手中没有多单，他妈的看他不涨不爽。那么同样的，面对生离死别痛苦的时候，生比痛。我讲坦白，我撑到最后一秒钟，就像我这个点哦，被荔枝春香喷了半年都没有好过。然后去看皮肤科啊，干嘛不去拖那么久？我问我的牙医朋友说，这个，他就去看皮肤科啊。对啊。然后三不五时会痒，被荔枝喷，这样叫多毒，你知道吗？多毒，你知道？啊，结果他说去看皮肤科，我就在问说，打啊，这会得皮肤癌，这是皮肤癌。他说是还不至于，他说不至于，对，而不是那我不去看的，人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人就是这样子，会痒啊，会造成你生活的不方便。三不五时会痒，可是也许他是让我起握全身的秘密的留下的印记也不一定啊。然后啊，股票喊什么涨什么，喊什么涨什么，很厉害。没有啦，那真的很厉害啦，没有，不是我朋友真的是也是很衰。然后呢，等你真正去医院的时候，你检查出来可能就直接是末期了。那末期好，我们之前教过各位了，我说癌那个化疗有3个用途，一个消灭，一个辅助，一个和缓。消灭癌细胞，辅助让癌细胞缩小开刀。对。然后第最后一个和缓意思说安宁。就是安宁，就直接挂了，直接挂就挂掉了。可怜，可惜哈，这么孝顺的人来，没有啦。所以说，我自己如果是我，我也会撑你懂我意思吧？我虽然说大家叫我蒙古大夫，我也是会撑住啊。这个就不用这样，就四季刚好来再一张股票了，这张股票了。哦，再来哦。没有，因为3483第二。对，因为他没有资格当四季刚第二。好，励志第二。对。因为没有，你看励志它的走势，它比较不像四季钢这么样凌厉。因为最主要原因在哪？大家知道吗？因为四季钢的基本面真的很强，励志它只抓住一个题材，它是散热，可是它本益比13倍，它是里面当中除了广运之外本益比最低。那我还是老话句，你可以去买超重，你可以买尼德森，你可以买什么双红，就随便，各做各的。那这档股票呢？我不要再跟大家开玩笑，因为看到这只好，你们很干。看这只盖牌，谢老师盖牌，这只四季钢也很干的哈。其实这只狗走势不一样哦，不是同一只哦，不是四季钢了，靠腰了。四季钢毛利率不会那么低的，四月份营收成长18%，它毛利率呢开始要起死回生。好，来哦，你没有看到最近的宏基一直在喷 AIPC。还涨停了。他们的毛利率其实不是很高，不是很高。那问题呢？宏基它夹的一个点，是因为它是集团股。我问你哦，今天老天爷为什么要把子弹打到2603、2609？因为他们是集团股，他们是全职股，是来取代。到时候今天晚上他妈的该死 NVIDIA 啊！如果真的，因为谢老师讲会有递延效果，就跟磁射阵一模一样。是NVIDIA。昨天红 K 棒，今天搞不了，搞不送一根黑 K 棒。那送一根黑 K 棒，我先把兵丢在航运类股，是用来撑指数，给空头，尸骨无存。所以说，基本上呢，我讲坦白，21000多点台北股市，我有惧高症。我讲坦白，真的有惧高症。那惧高症的过程当中的话，你可以去寻找这一些，不是红基哦，参考。你有惧高症的投资朋友的话，你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这家公司的话，据我们内部的了解，接下来它的毛利率要大翻转。
大翻转，它集团股，集团股，集团股，我接牌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如果你说你没听过，我头马上剁下去当你去做。你说世纪刚没听过很正常，立志没听过很正常，深通股票都没听过，我接牌。如果 你秒回说你没听过，我马上头剁下去当你做。台积电有听过吧？联电有听过吧？广达听过吧？伟创有听过吧？阳明听过，长荣听过啊？如果没有，我接牌。如果说你说没听过，我头马上剁下去当你做，这样够好杀敌吧？嗯，这算是呢，我送给大家。不然每天没的啊，老师给礼物，给礼物，给礼物。好啦，世纪刚送你们，啊，日系的送你们。啊，把要两米上面啊，每次股票你都不敢做，好了，这次再给没机会了。不过因为它是全职股，所以速度会稍微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可是呢，你要看到它的毛利率大幅度的翻转，宏基都能够涨停板，搞不好这档股票很快速就涨了三成哦，一百万可以多赚三十万。啊，到底是谁想要知道的？我们电话号码023938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每天看我的节目，没有老师，那我礼、哦、我知道，那我礼拜改是睡觉买进。啊，如果好了，来倒带倒带，咚。啊，如果礼拜大盘主力现在空可以买吗？哎，好问题哦，嗯，好问题哦，嗯，好问题哦，哎，差很多哦，真的。如果礼拜一大盘主力现在空就不要买，我等礼拜二到主力都在买。因为 tumble 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这是为什么？你要先看这种极短线的大盘，要怎么样拥有主力现在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？电话在右下角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好，极短线真的，极短线大盘要跟紧哦。我的手又来了。好了，下礼拜一下午2点钟，请持续锁定未来时间波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